新月妹妹，你看，你看，以前阿拜多斯沙漠级的海豹，我好不容易才搞到的。据说那时候，绿洲像湖一样大呢。给，留着做纪念吧。嘿嘿，很酷吧？要是能发生奇迹就好了。有好多好多游客回到这里的话。 前辈，奇迹是不存在的。世界上怎么可能会有那种好事？现实一点。现在哪还会有人到那种沙漠中心旅游啊？别再说梦话了，行吗？可是星夜妹妹，对不起。 都怪我太笨了，总是这么轻飘飘的扯些什么奇迹啊、幸运之类的，正经一点可以吗？你可是阿拜多斯的理事会长，能不能有点自觉？